今天下午，台湾安泰街山区某庙宇后方，有两名大人与一名小孩倒地横尸现场，颈部有勒痕。警方获报后出动警消、建实人员并封锁现场。目前证实，三人为林姓一家，夫妻与小孩身亡，且死者身份还是男明星明道的亲哥哥。对此，明道经纪人回应，目前明道的状况非常震惊与难过，对于本案一无所知，因此日后也只能对警方发言，并且安慰家人。